大家好，我是 Nando。那刚刚在那边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说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帮我一下关注跟订阅。今天要挑战 Lucky， 我们邀请来了 IP Locker 的小月半，对，小月半，其实没有冠军啊，世界第七而已啦，世界第七而已啦。Lucky 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大家最常看到这个动作的这个动作。Lucky 诞生于1970那个时候，那时候很流行听 funk 这个曲风，那大家就在 disco 跳舞，就像现在大家喜欢听嘻哈。那时候 funk 延伸的有一个 disco 舞步 party dance 叫 funky shake， 就一直夹。对，一直夹。但是其实发明 Larkin 这个人当 Campbell 一个黑人，他是智障，他其实就是智障，他不会夹，他只会开。对大家来说是很突兀，但他觉得很帅，他就留了哇，坚持了几年，哎，大家接受了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就说 Larkin 是从错误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，先暖身桥段。好，暖身桥段。暖身桥段 ，OK， 开始。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. 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 attention, baby. I gotta tell you a little something.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 attention, baby. I gotta tell you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. You're one of the flawless, ooh, you a sexy lady. But you walk around here like you wanna be someone else. Ooh, oh, I know that you don't know it, but you're fine, so fine, fine, so fine.老师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好像有点太多了，我觉得有点难学完诶，要改成简单一点。好，不然我们直接精简化，精简化会很快。你懂我，你懂。好，那我做这个好了， okay. 这个精简化比刚刚简单很多，而且快速很多。好。这样更简单，就是刚刚那个像，哎，我们还是刚刚那个就好了，是吗？刚刚十二个八变成一个八嘛，就好了。哦，那他选择的 ，OK。第一个动作呢是 locking 的基础，叫做 pace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。第二个动作大家常看到的 ，quadro 转手，通常这个动作都会接到 lock， 对，没错，我们第二个动作就是 quadro lock 转下，对，所以做完 one two 之后呢？耍帅，放松一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的时候 ，point， 第三个动作 ，point， 三下 point， 对，第四个动作来了，第四个，这个基础的名字叫做 Skeeter Rabbit，Skeeter Rabbit， 大家常看到脚步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接下来第五个部分，我想一下，我们做完这边之后，哦，想起来了，第五个部分是护板，做完之后变化，停，看 ，pass and pass， 停住之后，接下来第六个部分放松，等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时候会 solo 一下，换 solo 一下，回来之后再一个 scuba， 啊 ，scuba 做完之后呢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。对 ，OK。接下来第七个部分，我们接到接下来还没讲过的基础，叫做 Scooby Doo。OK， 往上，往下，噔噔噔。OK， 最后的部分了 ，Locking 也很 Locking 的排舞很常出现的部分 ，Handshake 或是叫做 Brotherhood， 它是一个互动的感觉 ，Handshake，Handshake，Double， 哒哒哒哒，转一圈。Pose， 结束 ，OK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感觉，所以去感觉这个动作，往上，像呼吸一样，把手收起来，收起来放 ，One， 四，第四个部分，所以耍帅完第四个了，第四个了，真的啊，真的七十七八，右左下 ，Next， 五六七八，右左下，我们会这样，所以你的手这样过来，来，手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拍拍的时候面向，我们两个靠近。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, give me your attention, baby. I gotta tell you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. You're one of the flawless, ooh, you a sexy lady. But you walk around here like you wanna be someone.
那我们这次挑战终于结束了，我觉得应该有80%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小月半老师，80%了。好啦，一个小时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80%是有的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去 IP Dance School 找小月半老师。IP Dance School 地址在西门町汉中街8号 B1，大家赶快来教室找我们学拉丁。然后这是小月半老师的 IG， 大家还想再看我挑战什么？老师，你觉得？你想靠挑战什么？我想笑挑战。高跟鞋跟 dance hall 好像不错。就是你专门找性感的给我跳。对。大家想看我跳屁股的舞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dance hall 好不好？或是刷起来。我是 Nano 可能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拜拜，下次见。